点四十五分。对，还不到七点钟。我现在还是想往继续往前面走一段路，到县城去，到那个镇里去。那个啥，知道县那边有我一个有舅舅，我一个舅舅，我可以在那也可以住，都行。这条路好不好走吗？啊，一点都不难。走嘛，我们去看一下嘛。是土路。土路是吧？走嘛，我们去看一下嘛。行，走嘛。好。看那小老弟还蛮真诚的，我们去玩一下吧。这都是你们家吗？对。哦。就到了呗。到了。家里都还有谁啊？家里有他的爷爷奶奶，然后他的妹妹。还有爷爷奶奶嘛啊。哎，小弟弟他们这个环境还是很好的。然后嘞，好几条狗，平常好怂的嘞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看了一下啊，电信没有信号，移动还有三个信号。这是小妹妹家的牛，感觉上百头哎，新增的牦牛和肝，看没有？这是他妈妈，然后这是他小孩，小孩都一岁多了啊，佳怡，哎咦，哎呀，好可爱。屋里面暖和很多啊，但是呢就是没有信号，电信跟移动都没有信号。你都万万想不到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。他俩是通过就是刷短视频认识的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就认识了，然后家距离有个七八十公里，然后就生了个小孩在这边。那你们家那边有牛吗？有啊，就在山里面吗？嗯，对。嗯，还山里面，这个女孩家在外面一点，哎，真好。小弟弟说他读书读到高二，就因为有了媳妇儿，有了小孩，然后就没有读书了。然后我觉得还是多读点书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像我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所以现在小孩子如果能多读书哈，就尽量是多读点书，毕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对吧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刚刚看到他这个。窗户上有这个钉子，我问他们是来做什么的，他说是来缝熊的。什么季节有熊？就是现在有啊。现在也有。对呀、啊，晚上到了晚上，有时候就是狗咬的特别厉害，然后就是怕那个熊过来嘛，就为了就是。有出现过熊进圈子攻击人的情况吗？有啊，你看一下上家不是有个你看那不是有个房子吗？啊，就前几十天吧。啊，那边有一个就是大晚上的，那边有一头熊，然后就那跑钻进那只家里，然后在家里撸东西的。有没有伤到人啊？没有。啊，什么熊？是那种黑的熊还是棕色的熊？应该是黑的熊吧。黑的熊啊，那它会不会去吃牛啊？有时候有，反正没发生在这儿。没有了，看这个山里面哈，就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村子呀？啊、嗯，对，哎，哦，这个这边还比较靠近马路啊。他说这边都有熊，这边海拔大概是在四千几，四千八左右。嗯，好害怕，我把它狗在外面。你一个人这样走着，我也觉得我自己都怕了，你都不怕。啊，我不知道有熊啊，我昨天晚上还在马路边上睡的嘞，我还不知道有熊啊，有熊我也怕呀。两姐妹长得好漂亮哦，她的爸爸回来了。她这个是水煮的吗？还是风干的？风干的。风干的牦牛肉，然后咱们可以尝一下。这个是生的风干还是？直接就是风干的。直接风干就是生肉风干哈、啊？要风干多久啊？反正需要四五个月吧。四五个月啊？嗯。让我们尝一点。尝点试试，牛肉炒粉，哎，谢谢。那、啊、你们也吃啊？嗯，这一家人特别的可爱，特别的热情。但是嘞，因为这里没有网络，所以说我现在还是决定往县城方向走。县城离这里有60多公里。其实如果说这边有网的话，我还是愿意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玩一下的，特别可爱。然后现在是跟我的车子合影。咱们还换件衣服吗？他在换衣服，快要拍照。为了拍照，妈妈还换了一件他认为很好看的衣服。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，行，我们在上面轻松。阿妈，这个刚刚戴了没有？他这个刚刚戴着没有？反正他一直戴着。你看着，这是绿松石，然后
蜜蜡，然后红珊瑚，还有天珠。来，给我们一家人。莲娜，你坐好，过来。哦，对，好，坐好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啊！看这里片。近点，近点，对。这个是来的 gay。来的好可爱，好高兴啊！哎，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？走。他跟你说拜拜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太危险了啊！他居然来跟他们说拜拜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认生啊，对吧？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摩托车？对。来，你骑一个，试一下。好，拿出鞭炮。啊。你试一下，你会骑吗？会骑啊。你放心。不是，不要让他咬我啊。他不咬你，你走吧。这个吧，后刹、啊。对对。哦，那行。好家伙，这个姿势挺帅的。大姐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好吧，好吧，我走了。有缘再见。有缘肯定会再见的。嗯、好。嗯。有事随时联系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嗯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早点回去吧，嗯。好。现在已经晚上的8:15了，我估计也跑不了几十公里了。哎。